哎，你好，我是牛奶爸。这次的牛奶爸的新书呢，书名有点长，我觉得那不重要哈、哦，反正就是跟网络形象有关系的书。然后呢，主要讲 Line at 生活圈，还有 Facebook 的广告两个怎么去做整合、做结合，然后增加你的粉丝。那里面我不只讲这两个工具，我还要讲到影片行销的一些重点细项，然后还有介绍我之前的创业缘起的一个心法。我觉得对于如果你想要在网络上创业，在网络上做行销的话呢，我这十多年的经验呢，很多部分我有把它写在我的心路历程，我有把它写在这本书里面。那我这边有做一个活动哈、哦，就是如果你有买这本新书的话呢，然后你到脸书上面去呢，把你跟书的合照 po 到 Facebook 上面去哦，你把你和书的合照 po 到 Facebook 上面去，然后你再私讯给我哈、哦，你要怎么私讯给我？很简单，你只要搜寻牛奶爸，找到我的部落格，然后加入我的脸书哦，你可以加我为好友。那如果我们不是好友也没关系，你还是可以发私讯给我，然后告诉我你登在脸书上面的，那我会去看啊、哦，我会去看。那如果你确定有做完这件事情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到我的官方网站来注册哦，我会告诉你怎么去注册，然后我会给你一个很棒的礼物。这个礼物呢，我在书里面没有写到，好、哦，没有写到，就是我不希望这样，我不希望我在会员网站里面讲的一些事情呢，大啦啦就曝光出去。那但是呢，这个行销方式呢，它是很人性的私密面的一个技巧，哦，譬如说，我怎么去接受广播节目的采访？然后我怎么让出版社来找我出版书籍，还有我怎么让电视台来采访我，哦，这几个技巧，我觉得这些技巧呢是一般你在外面可能不容易学到的，哦，不容易学到的。那我肯定是做对了某些事情，所以让这些事情可以发生。所以呢，我会在这个会员网站里面去详细的描述这些过程，这是一种心法，一种策略。那我相信其他网络行销老师可能很难告诉你这些东西。那如果你有买这本新书的话呢，你就照我刚刚的方式来做，参加这个活动，加入我的会员，那我就完整的告诉你这些事情。这本新书呢，将会在12月16号上市，12月16号你就可以在博客来书店，我会给你一个网址，你就密切注意，我会给你的网址，你就依照这个网址去购买这本书，你就可以在网络上买到，然后直接到 7-11 去取货就好了。12月16号新书上市，网络行销八点档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